是虞姬，很高兴见到你们，多多指教。我爱你们。曾经作为 BLACKPINK 出道练习生的 Eugene， 这次单飞来台推出新单曲，找来金智瑶合作，两人日前更是一起担任红星字会公益大使。这次很开心呢，可以跟韩国的 Eugene 合作，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缘分的一个安排，因为我叫 Jin， 然后他叫 Eugene， 然后好像就是一个平行时空里面遇到一个另外一个自己，这样看来这次的合作是命运的安排了。而除了工作之外，金智瑶也尽地主之谊，带他吃了好多美食。金선배님께서해산물처음에저우육면하고해산물중에어떤게가고싶냐고제가더맛있는데가달라고했어요그런데제해산물요리를먹어봤는데진짜굴튀김이너무맛있었고그리고닭튀김이라고해서닭볶음있었거든요그게진짜맛있었어요另外，最近在台湾闹很大的 Me Too 风暴， Eugene 也是有耳闻。지금요즘에이슈가많이되고있는걸로알고있는데정말이렇게모든저도여자로서뭔가이런사건들에대해서너무안타깝고좀많이걱정이되지만그래도다같이힘을합쳐서긍정적으로좋은해결방안을찾고이렇게노력하는게되게중요한것같아요공감서로공감하고위로도하고또피해자분들께공감과위로를가져서이렇게더좋은행복한사회가됐으면좋겠습니다第一个就是手机不离身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如果遇到一些不好的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过程赶快记录下来，用录音的也好，或录影的也好。除了关注 Me Too 话题之外，大家也可以随手捐零钱发票，共同关怀弱势家庭和儿童需求。